如果说健忘是一种罪，哼，那我可能直接死刑。我这边需要干个正事儿，哎，打开手机，我大脑。哎，先点点那三个消息提醒。哦，刷会抖音，快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哎，不对，我本来要干啥来着？实在想不起来了，要不还是先工作吧。哦，想起来了，是给王主任发下文件。哎呀！好像有人给你点赞了，先看一下。好嘞。正要睡觉，想起来一件重要的事情。明天得赶紧做，可是明天忘了咋办？然而此时实在懒得拿手机把它记下来了。没关系，第二天早上再说，我帮你记着。既然这个东西很重要，我醒来之后不会忘的。Tomorrow。昨晚好像有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你还特地提醒要记下来。什么事情啊？不到啊，但是我记得非常清楚。你生怕自己忘掉这件事？还得是你。我在家里走到某个地方拿东西，然后顺手把手机往旁边一放，快把这个不经意间的动作忘掉，删除这一秒的记忆。然后我几乎找遍了所有可能放手机的地方，走过了刚才经过的所有东西。在哪呢？他回到家遇到串门的亲戚。哎呦，长大了这么漂亮啊。叫人啊，这俩谁呀、啊、突然想不起来怎么称呼他俩。快他妈想，你快捋一下家庭成员关系啊。怎么称呼、啊、快帮我。哟，眼熟，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。对，眼熟。哎，你快叫人啊。我突然出现在了厕所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为啥在这里？对呀、啊，你为啥在这里？我也没想上厕所啊，洗手吗？也不对呀、啊。你来这里必有原因，但是我也只能帮你回忆到这里了。我刚才在干什么来着？你是在写一个东西。我先回去接着写吧。哎，我屏幕上为什么会有油？拿纸擦一下。纸也擦不干净啊，要用湿巾。湿巾在厕所啊。哦，原来这是刚才去厕所的原因。骑驴找马，妈的手机到底放哪儿啊？我操！这服了，我操！把刚才走过的所有地方再走一遍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去呀、啊，去呀、啊！你干嘛？大脑，你快看我拿的是什么！啊，不认识。我走了哈，烦死了，烦死了，到底放哪儿了？卧龙凤雏。哦。领导讲话，哎，我记笔记，记呀记，妈呀，讲太快了。你记关键字就行，剩下的我来帮你回忆，交给我吧，放心。Tomorrow。这啥呀？这是？这追求极致，怎么就古代风格了？你不是说连接的部分你帮我回忆吗？我也就说说而已，你自个儿啥智商，心里没逼数啊？哎，你今天回来顺便买个酱油，好，别忘了这件事，给我一直念。买瓶酱油，买瓶酱油，买瓶酱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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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酱油。不要中断。酱油，酱油，酱油。直到我走进家门。酱油呢？酱油呢？酱油呢？我宣布个事儿。关注我，关注我，我这么皮还不关注我的油管？